叫少华，就是我想分享一下上个礼拜在这边。那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在安静，就是在安静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束白光，因为我是这边的牙齿肿了很久，很不舒服，然后我这边就不能够嚼住，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一个白光就射进来，就这样射到我这里，而且是让我看到是牙齿，然后就那个白光就好像一个 suction， 它就好像一个在吸什么东西，就这样一直吸吸吸，然后吸到啪一个它 close 了，我这边就 instantly 一个 release， 然后我那个对立即的一个 release，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这边的那个肿就消了，然后这个礼拜我可以正常的用这边来嚼住，将荣耀归给神。阿们。少华，你的那个牙齿是痛了多久？我没有痛，可是是肿，这个牙龈整个牙龈是肿的，那就因为那个肿的就很不舒服嘛，我大概差不多有四五天持续的就没有停止，可是那天就是在这边，我就是在安静当中就看到一个白光这样射进来，所以就现在都没事了。他说他已经肿胀四五天，然后上个礼拜祷告会就一个白光进去，立时就消肿消炎，他本来已经约好医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到现在一个多礼拜了，没有再肿了，就是医生的那个也不用去看了。阿们，谢谢。